么什么学历，主播小学毕业，可以叫老婆吗？打咩打咩，我喜欢你后面那个，喜欢我后面这个的宝贝。那你先过我这关，我们场区的妹子我来守护。包吃巨魔队的包吃包住，手上这个是金变手环。为什么要带这玩意儿呢？黄金变呀，是为了黄金变的。多少钱一天？一天的话是180到220。这个耳机这么大，哎，没办法，为什么大？主播也用上厕所吗？主播不用上厕所，主播不是人，知道吧？啊，主播不用上厕所。什么发色？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黑色啊，黑色。工厂要人的，我们电子厂、物流厂，还有那个食品厂。平时自己开播不？平时自己这个就是用这个号跟大家见面呀。工厂在哪里呢？我们工厂在成都。第三个妹子看我不爽，看我不爽，她早就已经上来打我了啊！你不要造谣，我们第三个妹子很冤啊，很冤。分配老婆吗？不分配老婆，不分配老婆，宝贝。不吃饭吗？吃过饭了已经。一个腰子多少钱？不嘎腰子啊，不嘎腰子啊！咱们直播间的宝宝啊，这我们这是正规的厂区，你们这说的好血腥哦！评论区，主播男的还是女的？主播是男的啊！欢迎咱们加入直播间的宝宝，可以给主播点一点。我一起来上班的宝贝，对我们的岗位感兴趣的宝贝，可以在后台哈，点击我们的头像上方后台私信主播，私主播找工作三个字，主播会亲自回复大家，我和班长小姐姐是亲自回复大家的啊。耳机分左右，耳机分左右。请问什么时候开直播？咱们等会儿3点的时候还会跟大家在另外一个直播间见面哦。对，咱们等会儿3点的时候，3点半的时候会跟大家在另外一个直播间见面聊天，宝贝们。手上这个是金链手环，黄金链的双狗绳。每天早上我们都9点开播的。手上这个双狗绳，包分配女朋友吗？不包分配。耳机可以烧烤吗？可以的。欢迎咱们新加入直播间的宝宝，可以给主播点点小红心哦，感谢大家。好的，叫我后面那个小姐姐上来跟大家聊聊天。对，来，我喝口水，我给你倒一点，快上来。好的。大家是不是不太想让我上来？那我就走，我走。你喜欢第二个妹妹，那第二个妹妹上来了，你不会又要走了吧？等会儿在哪儿看？等会儿在那个文都哈，就搜一下我们文都就可以了。耳机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好吃。耳机有耳屎味啊。我有对象吗？有对象，有对象。你猜我有没有对象？又想骗你进场，骗你进场干什么？不骗你进场啊，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算了。几点上班？我们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的，早八晚八，晚八早八哈，是轮班的。这妹子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。华强北，不是啊，我们也不清楚啊，我们只是那个，只是有这个订单而已啊。什么学历？班长以上。